3月12号，曾在97版《天龙八部》出演钟灵的何美田在微博上发文感谢，让我们《天龙八部》大团圆。这些照片你绝对没有见过，还调侃道：“综艺播出之前，先让大家在回忆里杀一杀。”并附上一组《天龙八部》的罕见幕后片场照，照片中有他和黄日华、陈浩民、樊少皇、李若彤、刘玉翠、赵学而、黄继莹、李国林等演员的合照。照片上大家都身穿剧中的服饰，引起了网友们满满的回忆，真是十分珍贵呢。此前网上就爆出《天龙八部》主演们的大聚首，如今看见回忆里22年前的模样依然很鲜活，芒果来新闻十分期待22年后聚首的样子呢。巴达。